何警官，你看前面好像是警车呀。哎，那不怎么办啊？没事，交警巡路的，别怕。过去。哎，咱们过去。好嘞。刘局长，你在后边，马上就过来了。好，快！他们开的是一辆白色面包车。好，按第一方案，快，进入岗位。注意白色面包车。我们完蛋了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倒车快，倒车，倒车，往前面岔路拐。那边去了，你带着人从左边包抄，是其他的人你给我来。何警官，我是夏秘书。喂，喂，喂，我是夏秘书。喂，听见了吗？听见请回话。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喂，怎么回事啊？喂，出事了！听见没有？子海，子海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哎呀，我是夏秘书啊，快回话呀！喂，喂，喂，怎么回事啊？
他总是不在服务区。怎么样？喂，喂，喂，何锦麟，我是夏秘书啊。喂，喂，喂，熊思涵，熊思涵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样？刚才还有人说话，现在没有了。肯定出事了，不然电话不会没人接的。喂，喂，糟了，小黄台说电话关机了，要不手机被没收了，要不就是关机不敢开。现在只有两个人知道情况。谁啊？卢国兰和方艳萍。喂，老罗吗？啊，我是剑锋啊，有个重要的情况想和你说一下。我们跟何锦麟、熊四海突然断了联系，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？赵杰放出来以后一直没来上班，调查组所有活动全都背着我，他们好像怀疑我了。不过从各种现象来看，他们似乎并没有掌握什么重要材料。放心吧，我这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和您联系的。老罗，如果你得知何锦麟和熊四海的下落，有什么消息赶快告诉我们。老罗已经坐了冷板凳，我看不是什么好兆头。老赵，首长，小马辛苦了，应该给你记上一功啊。这是应该的。梁广汉呢？哦，他在屋里。哦，老梁啊，没想到我们还能再见面吧。要是没有你们，没有赵局长，我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啊，你放心吧，中央的指示精神已经下达到东海市了，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我们彻底清查司马洛奇一案的决心呢。老梁，这是你写的那两份有关司马洛奇和淡水工程办、城市改造办的材料，我们即将交检察院立案侦查，为了准确无误，希望你再仔细的检查一下，千万不可以有。罗国良，你被拘留了。喂，喂，夏秘书，喂，喂，夏秘书，夏秘书，喂，喂，我找罗院长。什么？他被拘留了。卢剑锋被拘留了。请。啊。
你要找谁呀、啊？韦东，干什么？你们看看，韦东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抓错人了吧？走，王丽华，是的，走，来。你们来了，请坐吧。金市长，司马洛奇和汪丽华今天上午在开往上海的客轮上被我们拘留了，他交代了全部事实。至此，有关犯罪嫌疑人夏志伟、龙剑锋、罗国良、何景林和熊四海均被拘留，当事人梁广汉也已经被公安局逮捕。祝贺你们，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？赵局长，你说吧。我们先来核实一个问题。以市政府名义注册的城市改造办公室淡水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谁？他们的法定代表人是谁？这两个办公室根本不存在。所谓的负责人、法人，统统是我。很好，从现在起你要接受我们的审查。我会全力配合，请放心。请到会客室先休息一下，我整理一下东西，马上就跟你们谈。桂云吧，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，临时有个出差的任务。女儿回来以后，请你告诉她，爸爸非常非常爱她。